好，我们接着讲杨怡孙《说文解字》入门的第37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歌，哦，歌部的部分。那歌部刚才有包含这个法了，哦，都要包含这个法部的部分，只是多了一个撇而已哦。那它的一个写法来讲的话，大概大同小异。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它的撇的形式，我可以逆时针，可以顺时针。哦，可以逆时针，可以顺时针。再就是点的部分，哦，点的部分，点的部分，我可以一个横笔，我可以一个斜45度角的斜横笔，或带一点竖折的感觉，啊，所以横笔的部分没什么变哦，大概都是一个横式，就这样带过来而已。那戈的部分，我就这样子拉下去。好，那我这个地方我可以横笔，我也可以变成是。这样子，我也可以让它是，好，这里撇进来，哦，这几种姿态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哦。那撇笔的部分，我可以正常的就这样子带下来，哦，这样正常这样带下来，我也可以让它是反有点这样子平的，那再这样子带下来。这里是直接拉弧度下来，这里是先前面是平的，再往左下角再带下来。啊，另外会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比较特殊啊，它会变成怎么样？这边都不变，好，那这里短短的，那这个地方是撇的地方，变成这样子，那这里再去做其他的点的部分。戈高的部分，它可能写短了，把那个撇笔把它拉长当立地，哦，有可能会有出现这几种状况哦，这让你们做了解一下哦。所以戈高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哦，它的变化来讲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几个情形而已。那有些它会把，因为我们戈高常常它的结构是出现在左下角，那有些结构会左右。如果左下角这个结构是所谓的我们对称的概念的话，它有可能会左边切一半，左边一半，右边一半。哦，待会我们会讲到，哦，待会会讲到。好，那我们就针对这8个字来做一个示范演练。来，第一个样式的式啊，来横笔刹住，那这边戈钩先带，我的习惯我会先带戈钩，那这边直接拉下来，停住。好，这里横笔带出去，不用比这里长啊，顶多等长或再短一点点没关系。这里的间距去把它留意到哦，留意到，宽度等宽没关系，下来，停住，这个间距把它做一样就好了，哦，间距把它做一样，那这里对称，哦，对称就可以了，然后这部分可以再留意，来，第二个字，这个意思，快哉的哉，来，土字。戈钩的左边是土字结构的话，都是这样写哦。待会我们还会写到一个承载的载，好，那你现在先留意，来，原本是一个横笔变成2个横笔，好，那一样间距把它带出来，到中间结束掉，啊，中心结束掉，因为到还有间距的部分。第二个稍微短一点点，好，那这时候先把竖笔带下来，好，拉长。停住，那这边一样，我戈钩我还是习惯先带，带点弧度，好，上去拉下来，停一下，缓一下哈，再拉出去，停住。那这个地方我可以先撇哦，或者说把口完整再撇，这个也 OK。那这时候先下左下角先完成，过来对应的位置上去过来，那这边再接起来，好，那这边。这个地方过来，不要超过它，好，往内拉下来，停住，不要低过它就好了，好，顶多2个起笔没关系，那最后再把点做出来，这个高度过来往内带就可以，这里高度在这里，收笔在它的下方，哦，这样的一个承载就可以了，哦，那这个结构特别去注意到，哦，这个结构注意一下，来，这里上面。猪八戒的戒啊，哦，猪八戒的戒，
猪八戒借左边左下角是一个念，哦，一个念，他把它拆开来了，他把它拆开来了。来，那这个地方哪边先写？哦，你如果要稳定一点的话，中心先带没关系哈，中心这样，那带点小弧度，带点小弧度，那这边再拉过来停住，那这边再带回来，我会往下垂，因为为什么这里要往下垂？因为这里也是往下垂，让它左右是对称的，哦，那这时候再来写这个地方。停一下，再微微的往右下带，不要超过这个位置，好，不要超过它，顶多跟它齐平没关系。那我会写短一点点。好，那这时候这里先带，没关系了哈，再请超远摩擦，好，带进来就好了。那这边再来带，这个位置往左一点点，从这个夹角里面去带，停住，大概它的五分之二左右，哦，下方五分之二的，我这个竖笔的下方五分之二左右，好，往上提。那这边再从这个夹角里面再去带接好，好，从它的正下方直接拉下来，不要太长，最长的还是它。好，那左边这样子，右侧也是一样，肩架把它抓好带过来，那从这个位置上去拉下来往内，好，接好，那这边一样，肩架做好，从它的位置上去下来带弧度停住就可以了。这两个会不会一样大？哎吧，这两个不会一样大哈，这里会稍微大一点点，这里会小一点点，啊，这部分特别去留意。那这个我会还是建议稍微带点弧度哈，不然会以为是竖笔，因为这个割钩的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部分特别去注意到。好，这个是戒，猪八戒的戒。来，下一个你我他的我，哪一个笔画先写？短撇的部分，左侧短撇的部分，好，这里上体一样往左提住，那再来咧，我们照正常笔顺为照的话，好，再刮掉这边带过来，好，上去停住，那这里再来带这里接触，从起笔位置往外去带弧度拉出来，好，这里拉上去。这肩架把它控制好就好了，哦，带到中间的位置，那再来写这个割钩的部分，上去一点点，稍微高一点点，停一下，好，再拉出来，这个弧度会比较大，哦，这个弧度会比较大一点，那一样，它的右侧一点点，那肩架这里一的话，这个距离大概是二到三，好，拉弧度带过来，刚才有点交错，哦，有点交错的味道。哦，有点交错，那下来后再来带到这里，推上去拉进来就好了，哦，这里稍微留点小空间会比较好看，不要整个挤在一起，哦，不要整个挤在一起。好，这你我他的我，来下一个，来这里上面，这个有三个字啊，哦，都只是多一个点的物虚，还有一个数啊，只是角度不一样哦。那如果说没有点的话，就是物，哦。那哪一个先写？哪一个先写会比较好？横折撇的横哈，哎，横撇的横哈，这个先写。好，那再来把这笔把它接下来，既然完成了这笔顺势，就把它接下来，再来写这个割钩的部分，上去，下来，停一下。好，这边再停一下，后面再拉出去，停住。好，那这边转折，跟它齐平就好了，弧度带下来。那这带下来不会在中间会偏左，把这个空间一分为二就对了。好，拉弧度下来，停住。这两个齐杠，哦，最后再把这个横笔带出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物，那如果虚呢？点还是横，嗯，这个是物哈，哦。那如果横的话，是虚，
那横的话大概会跟这个平行，哦，跟这个高度差不多。啊，如果是另外一个点的话，是在这个中间再点一下，啊，这个地方再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或者直接从这个角度，或高一点点，没有，不要低于这个地方，在这个高度拉一个斜线带下来，其实这样带下来也没关系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需留意。现在我们写了物，那也有可能后续会写到虚，或者写到数。哦，这部分，那数有些这里会变成一个人，哦，这边会变成这个不是撇，变成一个人，也有可能。啊，哦，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。来，再来或。或的部分很简单哦，就跟我们一般的标准国字没有什么变化哈，哦，那空间去把它抓好就好了。然后停住，那这边直接下个勾没关系，因为左边是比较单纯的，那这边一样不要超过它，带下来，不要低于它就好了。那这里的空间间架把它等分啊，哦，间架把它等分，那这里距离一样，那这里可不可以连住？这样才连没吧？可以啊，哦，连住没关系。那这里一样拉进来就可以。来下一个承载的载，来刚刚讲的有没有？哦，跟我们字帖上面的是一样的概念。哦，一样的概念哦。哦，所以你只要遇到是这样的结构的，就是这样的写法。哦，这样的写法，那下面的结构不管它是什么结构啊，所以这边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。来，承载的载，图变成足，好，稍微短一点点，第二笔竖笔乱，然后这里拉长一点点，停住。那这边下方车可以先完成，反正都跟这边齐平就好了，哦，这里齐平就好了。肩架注意而后，那这里微往内。好，我往内，这里都把它连接起来。那这里一样，左边几乎都齐平了，这两个笔画几乎齐平的，这里几乎也是齐平的。好，那这边在中央带下来，停住，不要拉太长。这里可不可以连接？这两个竖笔要不要连接？不建议啊，哈，不建议。那这边我有带弧度没关系，好，自己再拉出去。停住，那这里，这里过来，这里下来偏左侧一点点，拉下来，停住，这两个齐平，或者慢慢的一个斜角下来都 OK。那这个地方我可以写横笔，我可以写横笔，可以写这样子，也可以写这样子，都可以载力。那这边它是用这个模式在做，懂了哦。不然这个地方我可以变成是这样子过来，这里再拉下来也 OK 哦。变成这样子，那这里直接拉下来也 OK 哦。好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变化的地方，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。来，我们今天讲的杨宜顺最后一个，来这个上面做戏的戏哦，那左上角稍微去留意一下，左上角是老虎皮。哦，所以只要遇到虎字边虎部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，哦，就这样写法。来，啊，那就来讨论了。第一个笔画要从哪边？对，第一个笔画要从哪边？就左边。我的习惯，我会从这个 L， 啊，哦，这个 L 这边来开始写，那这边再带进来。那这里带到中间偏右侧一点点就好了哈，哦，那这边再折过来。我会先把这个地方先把它完成，再来管这个地方。那起笔从它的上方不要超过它，可以短过这个位置，那不要超过它哈，哦。带进来，那这里两个触角软，那这边直接拉出去，跟它起笔就好了。这里一分为二，这里一分为二，上去拉下来，停住。这里可不可以连接？连接住也没关系哦，哦，连接到也没关系。好，这是虎字头的部分啊，哦，虎字部的部分。那这边其他的下面结构，它是一个
细，那下面是一个豆，我们就把豆把它写出来，起饼就好了。好，那这里两支脚中行袂在，搁一个横梁支撑住。好，最后再来写，不要低于这里，这两个区间写横笔。好，割钩跟它齐平，上去下来，停住，这边再拉，拉低没关系。那这里一样，这里这个地方过来，这个地方过来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可以高，不要再低哦，不要再低，就在这个位置，这个范围里面去带。好，停住，往下带点弧度，拉下来，这里接触到也没关系哈。那这边它是微微带弧度。从这个高度略低一点点，带点弧度进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这做细的细，那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这个结构哈、哦，这个虎字结构特别去留意。哦，这个结构特别去留意到。哦，这是我们在写虎字虎部的部分来讲的话，都会写到这个地方。哦，这样特别去注意到。好，我们今天杨仪顺第37单元就讲到这边。那因为。那个今天讲的歌部的部分，它是两个单元哦，所以我们就只这礼拜只做一个单元哦，37单元，38单元就下礼拜了。好 ，OK。